有粉丝问我，秋冬季止咳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好方法吗？当然有，今天这种小甜品就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咳嗽党蒸的，止咳润肺化痰解毒，连杯子一起吃下去好得更快哟。陛下今日特供萝卜雪梨盅，用到的食材就是这些，百合提前半小时泡水，挑这种粗壮一点的白萝卜，去皮切成三大段，用勺子把中间掏空，放入雪梨块、百合、黄冰糖、枸杞，放进蒸笼，倒入七八分满的清水，大概蒸40分钟就可以啦。记得先喝梨汤，再把杯子一口一口吃掉哦，止咳超管用。还想让包子做什么菜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记得点赞加转发，以及按时来看我吃饭哟。